花店的老麦，谢谢你，谢谢，棒了，卖完了。谢谢叔叔哥哥。每年都在问老师，我今年到底可不可以得铜质奖？今年终于被他得到了，心情是什么？很开心，很开心。谢谢你带我来上体课，请给他一个鼓励。好，拜托老师，明年给我铜质奖。很诚实。开心、平静还是觉得蛮兴奋，蛮兴奋的。我的伺服器有300人。他的伺服器有300人，他得到铜质奖有一个很大的突破，那个突破是什么？而我觉得很欣慰的事情是他自己也知道，他说那是挫折容忍。铜质奖是已经在自我管理、情绪管理、关系管理，就是人际关系、目标管理。目标管理是孩子已经有能力设定目标，并且朝那个目标前进的能力了。这些能力其实都已经是非常有水准。才能拿到银质奖，第二次拿到银质奖，那也表示自己的能力可以稳定在银质奖上面，也是蛮不简单的。你现在对自己觉得最骄傲的部分是什么？六年级了，在短时间内交到很多朋友。一个孩子他要走到可以拿到银质奖，那真的是血和泪付出来的。遇到某些事情的时候，可能会比跟我同年龄的人有办法接受，然后跟面对。开心，很开心，真的是很开心。因为已经蝉联有点多次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心情是蛮复杂的。有要跟爸爸妈妈说什么？因为爸爸妈妈也是非常认真在学习。我谢谢你。秉宏说他很谢谢爸爸妈妈，请大家再给他一个掌声。